龄超过40年的永靖国小老旧校舍有升楼，获得教育部与县府补助共4792万元整，28日举行拆除重建工程动土典礼。未来校舍重建后，将可保障结构安全，提供师生更舒适优质的学习环境。那希望讲重建了以后，这11间教室会使提供予咱的幼稚园甲咱的学生一个好的这个受教空间哦。咱彰化县政府一直努力，希望讲甲咱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环境场域哦，会使创了更加舒适。所以呢，在咱这个369的这个改革过程中，4亿7000万，咱摕2亿的这个经费入来投资咱的这个教育，就是希望囡仔有好的环境，而且呢，予咱的更加强咱的英文，甲咱的这个 AI、AIoT， 就是咱人工智慧甲物联网部分，期许我们的孩子们未来能够国际观，更能够跟国际接轨。那会总共预计盖11间教室，那11间教室里面包括3间我们的幼儿园，那8间我们的普通教室。那也希望说这样子的整建，让孩子的学习上可以更优质，好，那也受教权或是学习权，好，学习的环境都更好。永靖国小新校舍造型以苗木意象为构想，与永靖苗木的故乡相呼应，展现自然活泼形态的建筑特色。预计新建11间教室，内含普通教室与幼儿园教室，提供全校师生更安全优质的学习环境。公益频道张华云永靖采访报道。